筹谋，您就是马姓的救星，您就是人类的女神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、啊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。 就是恭喜恭喜！哇，还跳舞？你刚刚 <laughs> 哇，你今天表演欲很强啊！哎呀，吴女士，怎样要开箱是不是？没错，欢迎来到今天马克信箱。这、就、个是新年的第一个礼拜一，新年第一周的。他依然挑在我就都没有化妆的时候来开箱。但你今天有种睫毛啊，很棒的、啊、就是個睫毛呗。而且其实上一次就是要录的时候，玛丽还要求我就是要用一些比较那种什么。 美图秀秀啊，或者小影啊，还什么 B 六一十，我有啊，我就那次我照录啊，真的假的？然后让我剪辑的时候，我大概在那边困了两天。为什么？影片弄不出来，影片就是格式不合，然后它会一直没有办法转回来，然后会让我的电脑不断的宕机。所以你今天就录原型就对了。Yeah，原型就是没有问题。马克信箱十分钟，我们要来开箱。 是我隐隐隐约看到一个 love 在里面，这个外面包的是很多遭遇的人喜欢捏的泡泡纸。你还要先捏几个，然后再开箱哦。它的泡泡好像没有很大、欸。哎呦，love！一个黑盒子，然后中间有 love，左右斜拉开拉开啊，两边一起拉开是不是？我不会是泡啊？ 你说弹开来哦、喔？啊，这个你你开。你说有点害怕、喔，危险的。你你你你你拿一边，我拿一边嘛。会、啊、不会？会啊。汤、啊、汁流下来怎怎么办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你确定？确定啦，确定呀、啊。一二三，拉。这这会不会就是恶作剧小皇子的拉开？因为 <Lock it. S 1> 他下面又有写写字啊、哦，给给镜头照一下，他写什么？拼千言万语都在这里，往下。 這是什要拉开啊！我猜应该是很长很长的一封信。是哦、对，我猜。Oh my god！哎哎哎！欸欸欸没了。它会像蛇图形。没了没了没了！来，我们看看，念念一下。什么？第一个字。齐凑齐齐齐齐凑是哦，反过来哦。哦。 第二大家，这是我写来的第十一嘛，一十封信，就来提供下一封信的线索吧。第一、第十二封信的关键是凑齐，凑齐什么？要不然我们破坏掉那个盒子好了。Oops! 啊啊啊啊啊欸、你有拍，有钱喷出来吗？有有钱弹出来，超酷的！这个、啊、这个，恶作剧小皇子真的是让马克信箱充满惊喜耶、欸！这个我看哦，陈星辰心想事成。然后马克信箱，马克信箱，一十一第十一。 风，然后这个是恶作剧小王子，小王子，我是一粒米，这是他自己做的吧？就是它里面有那个球铃，哇哦！所以它刚刚你可能它可能压，然后被打开之后，会弹才会弹出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弹出来这样子。 恶作剧小王子，你要不要加入？就是一一百元、两百元、三百元、四百元、五百元、六百元、七百元、八百元、九百元、一十百元。应该是一零二四啊，应该还有二十四块。那哦，这个是抽出来的机关，这这里面就是放纸的嘛。 有信有信，有信有信。但恶作剧小皇子的信常常都只是跟我们 say hi 而已。好，我先来念这个信。说明一下用红笔写的原因。我们先跳过这个。 亲爱的马克·玛丽，我是爱大家，而且很久没写信的恶作剧小皇子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马克信箱开始走位了啊！哦、所以我不想在上班时候听，内容都很雷同，很多段我都用二倍速听，但二倍速又很容易听到晃神，晃神就会错过两位的经典语录。不知不觉，我累积了半年的马克信箱。 没听了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上一封信你们成功读到了吗？这是我写来的第十一封信，随信附上很多钱。之前的信被写没有内容，但这样不好吗？你们的信都要念不完了，大家写的跟论文一样长篇大论的，这样真的好吗？我写很短不好吗？很好，我爱写什么就写什么，你们,<是>你,们你们左右不了。是，你说的是，祝福所有人吉祥。 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夜暴富，来自于本期有点傲慢的恶作剧小皇子。<laughs> 然后后面是说他特别解释为什么用红笔写，反正就是怕突然病发，可能要赶快写。嗯嗯、可是因为之前看《维藤鬼故事》的影片，有人写，有人用血写意的写，写、嗯、了一封信，诅咒看信者的故事，怕我们看了会担心，所以特别说明啊，怕我们看到红字不舒服。 然后刚刚这边是一千嘛，一零，你说什么会是一零二四啊？如果他都以二的倍数前进的话，答对了。<Woo! S 1> 你这个袋子是空腹吃哎、欸，你你怎么了？是个药袋生,生病了吗？嗯、啊，皇子你要健健康康的哟、嗯。嗯，谢谢你的来信，嗯嗯、谢谢小皇子。好啊，今天刚刚录音，我桌上都搞成这样子，我要怎么录下去？换我。你看这边，你看这边。 这样，而且大家会不会误以为我穿你的衣服跟裤子？<laughs> 我们今天发现我们有一模一样的上衣、裤子。未来可能某一次的活动，我们就会穿一模一样出席这样子。哦、来，这个你开。哎呦、欸<咻>，好燥<重>，不要燥了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开箱都不照？因为你美啊，我又不美。你美啊，你没有人想看我、啊。你那天穿我的百褶裙之后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夸你美吗？我的那个私讯都要被爆炸了。没有啦。哎呦，这个好重哦、喔！这个他用一个小箱子寄来，然后说含重量斗内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。是不是送我那个腌制物要压的石头啊？那一颗。哎哎、欸欸。 这个重量斗内也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哦。你开，这是这这是小桌铺满呢。你有看到猪在这边吗？它里面满满的零钱。你看哦，有感到那个嗡嗡嗡吗？好，新的一年，我要努力让马克信箱听起来趣味无穷。我、哦、我不能让恶作剧小皇子失望。 所以太雷同的信件，我就速读带过，让这个世界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简语王后。那天我还说，哇，马克穿那个我的裙子很像丹丹麦马克，<呵>然后就有人说是麦克，简称麦克。为何啊？应该也要叫丹马才对啊。 肥肥的一只小猪、哦，我我生出一只猪了。啊阿猪、嗯嗯啊啊、要怎么杀？我我我手真的举不起来，太重，了。太重了，太重了这真的太重了。你想要秀肌肉是不是？我让大知道它有多重啊！你看啊，这是软趴趴的手，<laughs> 有软趴趴吗？有没有软趴趴？<laughs> 还打一打你这个？有没有软趴趴、啊有？有有有。 是要抽血是不是？你看到这个小猪有多重了没？嗯嗯嗯嗯刚刚那个真的有够难听的，什么声音啊？烂爆了啦！你们男生在重训的时候就是这种声音，好不好？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哎、欸，我的左手比较没有力耶、欸。啊，当然的、啊。 你你再给我就那种臭臭拽，然后一副就是我讲一些白痴的话，<laughs> 看看。不是啊，大家，你是个右撇子，你没有在锻炼你的左手，你左手当然比较没有力，这不是当然的吗？这就这的确就是废话啊。搞不好我私底下在锻炼我的左手啊。那你有锻炼的话，那就你就不会发表刚刚那个言论了嘛。玛克玛丽，我是 G，想要分享我成为忠实相友的故事。 二零二零对我来说是改变很大的一年，从工作了十一年的公司离职，我自己创业。因为呢是自己的事业，每天就很认真的顾场地，常常一整天站在现场跟客户解释要怎么样操作，跟客人聊天，整理环境。 但也因为这样呢，就压缩了与女友相处的时间，埋下了分手的导火线。虽然我觉得我是努力工作，又不是去玩，想创造更好的未来有什么不对？但是他却无法了解我的想法。讨论过后呢，我将重心转移回他的身上，可是他就像全垒打一样回不来了。好想赢韩国啊！下半年我经历了人生第一个全身麻醉手术与失恋。 躺了一整个月，没吃没喝，瘦了十公斤的我，突然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但现在的年纪呢，身边的朋友也没有适合的对象可以介绍，我就打开了 App Store，下载了交友软体，从 P 开头的 App 开始，认识了一个清点教徒 C，他推荐我听 Podcast 的《马克信箱》，我听了几集之后。 我对你们的依赖，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有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。虽然我从很久以前就知道马克、玛丽，下午开车也会听哥哥妹妹有意思，可是一直以来呢，都是断断续续的，所以一直不知道马克信箱。 这一次呢，经过 C 推荐之后呢，让我在上下班的途中一定要听马克信箱。听完信了之后，再翻找三年前的录音档，听了很多，让我慢慢的走出情伤。斗内我零钱存钱法当中的一部分，这是我零钱存钱一年的量，让教主与教母的线上解忧杂货店可以一直的营业下去。最后虽然分手了，还是想要请你们祝福十二月二十号生的无缘前女友生日快乐。为什么啊？ 就是还是有一啊，那个叫什么，还是有情分在吧，还是有旧情。你怎么知道他想听到你祝他生日快乐呢？哇，这句话就多了吧？你要把人家打回现实就对了。嗯，抱歉，这是我最近学习到的。 不要把自不要把自己的悲观、跟极端、跟负面强压在别人身上哦。不要去抨击别人的行为，不要去硬要挖开人家不想还不想面对的东西。哦，你从 <laughs> <laughs> 哪里学到这个？可是你刚刚没有做到啊。就是我刚刚就讲了，就是强压在别人身上嘛。所以我说抱歉啊，太慢了，是不是？对对。那你你嗯，剪掉，剪掉就没事了。那你从哪里学到这个？ 突然体悟，就前一阵子，反正我有个朋友，就是会常常不开心所以那时候就很好奇，说为什么他又不开心了？就是又又有什么事情击垮了他吗？因为毕竟他每每个月都会觉得他要。 可能要死要活，我我要看清这个世界，我要看清人性，我要看清什么？我要长大了，原来这就是这样，原来这就是成长，然后什么的。但是不知不觉，我觉得我已经看他这样的东西已经看了六年了，七年了，八年，反正很久。在那一天又在问他说，他上一次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？嗯，就讲出来，我觉得都是很雷，真的都是很雷同的事情，跟很相似的情绪。可是他为什么会就旁人来看，为什么你常常会有这些？ 不快乐的情绪，跟你常会觉得好像被背叛或干嘛的，就是因为你，嗯，我觉得他就是不肯好好面对自己的个性跟真实的情绪，然后希望所有事情好像一切都应该要很圆满，然后我做什么，所以你应该也会做什么，就是会，就是有个期待。就你前前一阵在 IG 常,常分享的，你把自己的期待拉得很高，或是你强压自己的期待在别人身上，可是那都是很。 很、嗯，那是无你无法掌控跟预期的事情，因为很有可能会落空。毕竟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种人，可是你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希望对方，然后可以照着你的想法，然后这个事情就会完美的完成。可是世界没有这么的，可是他又不觉得我没有别人要照着我的想法前进，哦、我只是觉得因为怎样，哦、所以应该怎样。这边带模仿了吧？嗯、哦。<laughs> 所以我就只是觉得说，嗯，有的时候要，我刚刚一开始要说什么？不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跟一些想法，或是你一定要去逼人家直面自己内部最软弱的部分。嗯，因为那时候好像我就是有点想要，嗯，骂醒他，打醒他，直接的告诉他，對對對對對一刀戳进他的心脏。可是就发现，如果你很想要骂醒他或打醒他，但当对方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嗯、其实他会。 还有准备更多的，那不能称之为借口。他准备更多的防御，防御，对，他会拿起他的盾牌，他会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这样捍卫。嗯，可能只会让他把他的盔甲建得更严密坚固而已，然后伤害到彼此原本的关系。嗯，所以那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好事。嗯，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马克信箱这个地方就在于哦，对，新的一年嘞、欸，我们要开始闲聊。 真糟糕！好，新的新的小皇子说怎样，我爱怎么样就怎样，你们管得着吗？本来新的一年有想说哦，我们就是可能要讲一个口号，就是说哦，马克新乡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地方。你想好了吗？呃，哎、欸、哎、啊，没有哎、欸，<laughs> 因为那一集就是讲了之后，然后就有一些留言在下面说，我觉得现在的开场很好，不需要讲一个知识的东西。哦、我觉得现在就是每一次我们就随便乱开始的，就是很多人觉得很好。但 anyways，我要说的是。 可能写信来，马克信香就会有一点点这个样子，因为你们可能觉得我们是朋友，嗯，然后我们每次给的意见，常常有时是有点不留情面，就像刚刚我企图想要戳醒我朋友的时候，对，但是给不留情面的呃意见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会不会伤害到你们，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，嗯、所以我们才可以这么的呃，你要说直接吗？嗯，对，只是蛮令我意外的是，当然就是我接收不到。 听到了这些意见以后就很愤怒，然后就离开马克信箱，因为他们就离开了，所以就不会听到。嗯、所以有的时候，呃，我在自己私讯上面的回复的时候，呃，有些听众也是把他们的情绪的纠结，然后丢给我之后，然后我就会直接讲说，但是其实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些可能不是他们原本设定想要听到的话。嗯、可是，在隔了两三天之后，我会看到他会在回讯息给我，告诉我说。 一开始我看到你说的话时，我非常的愤怒。嗯<哼>，我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嗯<哼>，可是他隔了两天以后，他突然醒了。嗯，他就想通了，然后他的潜意识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哦，很感恩呢，就是呃，谢谢你们面对如此直接的我们。嗯、然后，如果我们是你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的话，嗯，你们可能是听不下去的。 就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像朋友又有点远的距离，嗯、反而这个是一个有效的攻击范围，嗯，可以突破你的盔甲。嗯、所以我希望马克先生可以这样持续的呃继续下去。嗯嗯，是不是过十分钟？当然，What？十分钟有六百秒，<laughs> 很快就没了哟。哇，你今天是废话特辑啊？有吗？ 新的一年，那其实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呢，还是圣诞节都还没过了。嗯嗯，那今天是我在乎吗？我三国志都入完元宵挑战赛了，开工挑战赛了。但是因为今天有一个可怕的事件，就是时隔了将近快要一年的时间，就是两百多天，台湾又出现了本土病例。嗯，那这样跨年要不要办呢？您的跨年要不要主持呢？难道我人生第一次跨年？ 就要这样、嗯，对啊，就不知道啊，就现在要出了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。希望讨厌的二零二零过去，然后真的可以如我们所希望的二零二二一，真的不会再被这个讨厌的疫情给乱到了。让马克信箱陪你一起出发二零二一。